今天我们要不转出过梦魇机哦，那这边我们使用这个佛挪副队长使用凯斯利，并且全部带大炮龙啊，坦克龙科伤害会比较够哦。好，这边我们直接进关。好，我们的目标就是不要转出。好，我们来到第一关。好，那这个话我们第一关啊，直接先这边技能全部跳起来了，所以我们这边直接开一个佛挪，然后开哈佛猫，全部点光珠。随便动一步，不转珠，我们就是动一步而已，只动一步。娱乐队，这个是娱乐队吧？不转珠算娱乐队吗？给大家参考一下，好不好？这队可以不用转珠，用轻龟不知道打不打过，轻龟应该可以吧？这个其实蛮简单的。好，动一步，不转珠。有神章还没出来之后，这队就不用转珠了。那我们点个光珠，晚上好啊。叶片晚上好，吃油哦，吃油绝对可以过的吧，很多队伍都没啥问题啊。好，再来的话我们可以直接开哈佛猫，点光珠，随便动一步，然后再点光珠，这队可以说是超级简单。还有第四关，这边我们先开神，再开这个佛挪，再开我们的克洛伊猫，再开凯斯利的一技能，随便弄一步，随便点一个珠子。五条老师可以吗？会赢哦，五条老师哦，没有试过啊，应该是有机会了。这个梦魇机蛮简单的。好，我们这边直接开始，随便弄一步，不转珠。这不是攻略的。影片的攻略吗？对啊，可是我又写出了一个更好的剧本啊。他这对，如果你剧本想好，真的是可以不用转租的。第五关，齐汉安，千鹤安安。好，这边我们直接开神，再动一步。OK， 你看，开场到现在我们完全没有转租，各位，好不好？看五条是不是？好啊，等一下我们来试试看。Mikey 早安。那这个我算过啊，要带那个坦克，全部都带坦克龙科，那个伤害才会刚好。好，这边我们继续开神，再开副队长的一技能，随便动一步。凯凯，晚上好。哎，有没有觉得很扯啊？这队完全不用转出也能过哎，只要这队是只要你照我这样组，有吗？你就是直接通关了，照着剧本走，完全连转出的能力都不要有哎。好，现在继续开这个，随便动一步，你只要会动一步就好了，你只要会玩 Candy Crush 你就能过这梦魇级了，是不是？这是什么速刷神队？也不算速刷，这个叫做无脑队伍，没有，可能没有特别速了。好，这边我们开假币的猫一技能，再加上神的技能，然后随便动一步。这队主打一个懒人啊，你完全不用动脑，你只要照着剧本走，有没有？直接过，真的是直接过啊。这边再开一个神，随便弄一步。好，然后再点个光珠，真的超神。我觉得原本的佛挪就很强了，但是出了神这张卡片之后，简直无敌了。有没有看到？以后那佛挪的剧本怎么写、啊？就是开神、开神、再开神，从头到尾不用转珠。好，那开神，然后再开这个战友的二技能，然后随便动一步。尼禄比假比尔好用，尼禄比假比尔好用。为什么用尼禄跟假比尔比啊？假比尔是史前时代的黑金哎，尼禄那么新的黑金，当然尼禄比较强啊。这个懒叫比鸡腿是不是？好，这里我们先开。假币的猫一技能解这个碎链，然后再开神，然后再开队长，再开假币的二技能，点两下光珠，然后再开克洛伊猫，动一步下课，谢谢。有没有看到这堆恶心的地方了？那这边随便点过了，各位舒不舒服？4分钟完全不用动脑，完全不用转珠，零转珠，这次真的是零转珠哦。你说到底没有一次是需要转租的对吧？我们都只动一步哦。你只要会玩 Candy Crush， 这个梦魇级就能过了，
所以这个梦魇机，我就觉得官方是真的蛮放水的啊，可能是要给那个猫站来玩的朋友哦，就也可以过这样子。接下来我们用佛罗全部素材队员啊来打这梦魇机出发。好，第一关，24万血量哦，怎么那么多？这边我们先随便消一回合洗技能。丫丫斗士怎么拿？丫丫斗士，就是等他再次合作吧，不然现在算是绝版的卡片了。那这边我们直接手转。好，现在应该就可以过了。素材猫都能加二十只，还是真有王，真盘子吧，真有王。好，第一关我们看一下伤害。哇，破罩了，单开佛罗直接破罩。队员带一些乐啊，队员带一些可爱的素材，还是有机会破罩的，好吗？好，第二关这边的话，我们直接手转，手转完开个龙科吧。副队长要试试看泥路吗？不行啊，你看一下，等一下。你先看一下那个佛罗的队伍技能好吗？你先看一下，再来回答我到底可不可以带迷路，好吧？哎，等一下，我没有开技能，好，等我一下。NG， 好，我们开战友一技，点他自己直长三下，这样就不用转水火木同等盾了。你要转水火木同等盾也行。好，这样，转完开龙科。龙科绿出某一种珠子，建议是光珠，绿出大量光珠好了。这边最麻烦，最有可能翻船就是这边。喵，真的要绿得很干净。完了，我感觉绿得很丑。啊，好丑！哎，没有哦。其实很干净哦，其实很干净哦。好，这个还有救。对啊，佛光，佛挪塞流光牌应该亢奋一回合而已啊。开这个，然后再开战友，点火的，然后再点光的两下，他要跳起来了，他等下就会跳起来了。这边手转，哎，这么舒服哎。哎呦，这版面不错哦，这边是最需要吃运气的。OK， 过了 ，Nice， 咚咚咚咚咚，带走，拜拜。来到第四关的第一条血条，这边感觉在塞流光珠比较赚哎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来塞吧。好，先开战友，然后再开队长。然后塞队长里面，对不对？先把整满撸成瘦猪猪，然后再一消隔开。好，尽力了，应该有戏吧？有件事帮我漆一下好不好？上一排漆，我们来看一下这到底有没有过，只剩下10%的伤害了。OK， 点光珠。最后真伤来咯，38 combo 最终天降。哇，哇，各位，而且队员都还没打哦，靠队长就够了，靠队长就够了，挺猛的。这边的话我们其实可以那个先把这个用掉，奇怪的东西用掉。好，这样就比较好赚一点。这队好油，那是一定要的。也不看看我们这个直播叫什么？油王直播哎，那当然是要玩一些很油的配置啊，是不是？等一下，你要先确定这队很油哎。嗯，你是不是对油的定义有所误解 ？OK， 我们可以把那木柱炸掉，碎碎碎。这次感觉被你轻松碾了。哎，过了哎，这队好痛哦。哇哦，这么强哦！天哪，伤害这么高是我没想到的、啊，真的牛啊！然后这个话我们直接那个手斩一下，要消5种不同的珠子，然后我们其实可以拉个角色珠，
一二三四五，然后不要削木珠 ，OK。好了，这样叠珠。哇，这个伤害，你是不是感觉佛挪做坏了？队员带一些乐啊，队员带一些可爱的猫，还能二十兆。看，这就是真黑金的威力啊！有没有开始感受到恐怖了吧？好，所以的话，我们今天手转这边留一颗水珠就行了，我们靠那个水珠去天降水珠。哎，我手转好像蛮强的。想说垃圾哪有乱讲，这猫那么可爱，怎么忍心说垃圾。有一只鸭混进来了，对，可爱的鸭，开这个。哎，其实不用那么急着开，但算了，我们拼回合数。好，然后我们直接手斩。等一下我们还可以靠那个阿飘猫去那个帮他再拉 CD， 帮队长再拉 CD， 所以我们不怕。这边留一颗水珠好了，保险一下，怕他天降不给我水珠。好，这边至少能打伤害了。不过我们队员都带腐化龙科了，我们战友也带腐化龙科了，我们看一下能不能输出，有没有机会？哦，打一半而已。好，再来一次。起床，好，开队长。这边我们就拉队长角色珠好了，应该是有料。如果真的没料的话，那就只能再打一回合。哎呦，可以哦，展珠还不错。这样，我们之中出了叛徒，谁是叛徒？这队的队员都不是叛徒啊，他们都很可爱啊。所以这个鸭鸭哦，它只是很像猫的鸭而已啊。对，它其实是猫，看得出来吧？它只是忘记化妆的猫而已。你看这些人那个妆都化得多厚啊！哎呦，你每一个都那个脸那么白，只有我们鸭鸭是做自己，对不对？那没化妆，所以那个鸭鸭才是最自然的人。对，应该是这样子。鸭鸭万岁！一定是这样的吧？他也会嘟嘴，对啊，好可爱，可爱猫。下次猫猫跟丫丫合作找红黑代言，那也不错啊，找我代言，绝对是最顶的。好，我们这边开佛挪，然后王冠我们直接开龙科能力吧。我们龙科能力还有吗？还有 ，OK， 没问题。好，直接输出。这边转一个石康好了，吓吓他。哎呦！这手转那么厉害，怎么回事？随便转就准给他转石康。OK， 点光珠下课。他才一兆哎，他才1.2兆的血量哎。哎呦，哎，我们好像也打1.2兆哎。哎，这个队伤害算得刚刚好的哎，太神了。这边我们让他睡觉，这个神的喷嚏打一下，叮，打喷嚏咯，哇，太神了吧！这边就是洗技能而已，其实也没什么。只是这队可以把那个负面珠给移掉啊，然后十回合应该够吧？这边对，应该够到王冠了。好，这边我们就安心的洗技能吧，各位。感谢 Dennis Stone 70块抖内，这是红哥的，那是喵，红哥的什么？好，这个的话我们直接再把这个给用掉吧。这样好，可以睡。蜜儿猫跟冯儿调过来差很多，好不好？你这两个双队长兑换的话就没有护盾了，感觉就没办法过了。好，这里其实可以再极限的操作一下，哎，这边再手转一下，然后下回再开佛挪。呀，我看换算回合够不够？应该够，应该够吗？嗯，扣血100%，我这个龙科没有了，对不对？好，我想一下啊，这边好像也没招了，我们只能直接打了。那我们先开一下这个佛挪，哎，先打，先手转，然后再开下关再开佛挪好了。好，决定先直接转。哎，这边塞时光牌，感觉王冠伤害会不够吗？还是我们三个时光牌，三个时光牌说明伤害就够了。各位觉得怎么样？好，三个时光牌。哎、欸，他那个印记珠全部给我天掉哎、欸！
太无情了吧？真假的？打一半血，拜托，拜托，半血，半血！哇，哎，有了，哎，破罩了，这样有半血吗？1.2罩有半血吗？好像没有哎，好像差一点点哎。没关系，我这边直接开这个。怎么没有半血？这什么意思？这也要更新哦？我没了啦，很想哭哎，这是怎样？这要这整人游戏吗？五条刚也过了、啊，你可以看一下，稍微往回倒转一下就可以看得到。好，然后这里的话应该可以，他应该会更新，然后到时候再把他带走就好了。这是太扯了吧？他说我在刚才再多添加那么一颗，不要多，一组珠子就好了，真的就过了呀，真的这边就过了呀。就是硬要这样哎、欸，就是硬要这样子整人游戏啊！哦，刚才升华没消到哦，哦，那所以是我的错哦。你们是想说我的错吗？我手转那么厉害，你们是想说我的错吗？好啦，对，我的错。没事，我们这边多打一回合而已嘛，那问题也不大。OK 的，那这边我们直接开佛挪，转完之后如果说有那个有暗珠就行。剩一颗暗珠就行，点手感，哎呀，有机会过哦！来了吗，佛挪哥？哎，如果真的过了的话，请聊天室帮我按个赞好不好？这是我最后的请求了，可不可以？看在这对这么厉害的份上，只带素材就过的份上，这次合作也没黑金，没黑金没称号，什么意思？安安 JUNGLE 安安啊，等一下剩 CDE， 所以我这个点队长一回合点这个一下就好了，然后再点再把那个光柱点掉，然后开队长再开这个来咯，七起来了，真是来了，会赢哦。然后这边千万不能拉双队长角色猪，不然就出事。好，那我们要兽主猪起手，把整版撸成兽主猪，然后再给他全部一消隔开。哦、好像好紧张哦，不开玩笑，真的，今日最紧张就这一段了。好，来，究竟有没有结果呢？留言的切起来，首消是26、27、28、29、30。有了，刚好30康，32，最终爆发，有没有机会？哇，太神了吧！这都能过，你敢信？全数才对，所以说，那如果你身边有人，有没有在跟你讲说，哎，我这次梦魇机打不过，传这个影片给他看，传这个影片给他看，哦，我只要凑一个佛挪就过了，剩下随便塞就过了哦。